喂，我是清月，能跟你见一面吗？现在不行，明天行吗？晚上，明天白天吧。好，等一下。东风茶馆，海滨路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清月，快来看看我买的新衣服。清月，清月，清月。是他。东风茶馆海滨路。难道是？哎呀，让我算算啊，咱们多久没有见过面了？哎，你怎么会想起给我打电话来呢？是不是舍不得我呀？怎么，找不着合适的男人，又想起我来了？你说你也是。哎呀，干嘛挑个白天呢？喝茶吧。看见美女，喝茶也会醉。啊？你能不能现在跟我出去一趟？什么事儿？清月他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？清月，走。到底想干嘛？跑去找那样的家伙，你以为他能帮什么忙啊？你怎么知道？
我的餐厅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管。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这么不照保护自己啊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没赶到你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懂得洁身自爱的人，没想到，你以为我会怎么样？ 我已经受过一次伤害，我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心月，你能陪我去爬山吗？好啊好啊，我觉得行，你们快点去吧，走走走走，来，走了，来，快。